小邓丽君给您带来这首《套马杆》。 我们今天请的歌手呢，都长得比较像马的，我们才请。
变的。因为女生不应该是像马吗？马是白马王子，男生才可以。所以我今天穿白啊，我是不是白马王子？掌声鼓励。真是凑巧，我刚好挑到一件白色的。OK， 好，其实您不像马，哎，您像一朵花。啊、谢谢。呀、yeah. 我身上有很多。是在这里演唱的感觉、啊，就好像你去开一场露天演唱会。对对对对对，非常的感觉，非常的开心，而且非常的有气势。是，虽然没有冷气，但是很凉快，对不对？你转回，回转哦，哦。凉凉哦，你看很少人扇这个扇子就知道今天的天气不错。对对对，而且非常的适合在这边开演唱会，我觉得是一个演唱会，因为其实到马场也就是之前大概有几年的哈，没有到马场，今天我们又回来，感觉非常的开心，而且我一进来啊，我感觉哇，第一次有歌星坐那个车，要兜一圈才进来，很不舍。本来是要骑马进来的，哦，是吧？但是他们连马也有保镖啊，所以今天呢，铁马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在我们现场可以说座无虚席啊，龙子也挂了啊。对对对，上面还有会的人，上面还有，所以可以说将近有2000人呢在现场啊，所以非常开心。那你们今天